跟着彪哥吃台中，小便收服大哥大。海鲜大哥严清彪是杀戮人，知道许多当地美食的他，特地答应分享他的最爱。这家家庭式的小吃店，彪哥从小吃到大，店面不大也没有菜单，却能端出客人要求的各种风味料理。生肠、嘴边肉、鹅肉、猪脚、大肠头都是彪哥的最爱。生意好得不得了，都是饕客来吃的，您来龙老来。好客的他，短短几通电话，抠来十多人陪他吃饭。哦，那就最近嘛，我上了，就挂过那个最近嘛，我电机吧。你细汉食了几万哦？十五十年啊，就少了。大汉啊，就少食肉，这算伊卖五十年啊。伊毛拢家己掂的，到清期卫生比较好。这里还有彪哥口中全台最好吃的蚵仔面。黄面加鹅啊，肉丝、葱段及豆芽快炒，很有古早味。我你大部分单一龙粉丝啊，肉丝啊，还有奶酥啊，热情的彪哥喜欢邀朋友一起吃饭，不停把菜往人碗里夹的动作看似霸道，其实是这位大哥大知福惜福的表现。有机会来到沙鹿，不妨试试这家让大哥大也难抗拒的小吃店吧。动新闻跟着彪哥吃好饱。报道。